宝贝，我刚才看到一条裙子，挺好看的，要8800。喜欢就买呗。嗯，还有一件外套也挺适合我的，要12000。买。还有一个包也很适合我，要36000呢。没事，想买就买呗。好嘞，爱你，宝贝。36800。手机没电了，怎么办啊，宝贝？没电了。哦。没事，我来。来，给你。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帮我买吗？大姐，我们才认识半天呢，别带我来逛太古汇买东西，你当我傻呀？你们广东男人真小气。不是我们广东男人小气，是我们不喜欢当水鱼。你买几件衣服也算了。好、啊，你看，你连纸巾你都想我买单。哎呀，人家一个小女孩，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东西嘛？贵吗？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对地方。你看，这个不用你教，你还是好好学一下怎么哄女孩子吧。哄？现在没有男人是傻的。哼，怎么了？我？先生，你这样子还要吗？哦，除了那2包纸巾，其他退了他。